原标题：清军入关后，同为汉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因一交起内斗。公元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内，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崇祯皇帝被逼上了吊，而之后作为胜利者的李自成又被清军在山海关击败，清军入关了。而清军的入关打破了关内的局面，原本李自成占领了关内大部分领土，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和割据四川的张献忠都不是李自成的对手。但是随着清军的入关，一切都变了，而且清军的入关还直接导致了两大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北京皇城崇祯16年1643年，李自成席卷西北，消灭了崇祯皇帝在关内的最后一张王牌孙传庭部，李自成已经达到了鼎盛。张献忠眼看李自成日益壮大，自知无力和李自成在中原地区抗衡，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进入四川，准备效仿刘备等人的据四川关起门来做大王。而且即使张献忠占据了四川，他也没打算得罪李自成。他在李自成称帝之后，使用了李自成的永昌年号，表面上接受了李自成，或者至少是李自成的同盟张献忠。但是1644年4月，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并被清军一路追赶到了陕西，消息传到四川，张献忠觉得李自成大势已去，于是便决定与李自成分道扬镳，而第一步就是与李自成的部队兵戎相见，而双方交战的地方就是双方交界的四川和陕西汉中地区。当三月份李自成进入北京时，李自成认为占领了明朝首都，逼死明朝崇祯皇帝之后，全国各地可以传息而定，于是便任命了一些官员到各地去接受政权。当时李自成派出了林玉田和马特率领一支军队入川，准备接受四川政权。但是不巧的是，这个时间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了，而入川的大顺军因为没有接到任务取消的旨意，于是就继续进军四川，而这无疑触犯了张献忠的利益。如果李自成没有在山海关战败的话，张献忠可能还会选择忍让，但是现在张献忠觉得没有必要忍让了，于是便派出部将前去阻挡入川的大顺军。最终大西军在四川绵州击败了这支大顺军的部队，获胜的张献忠在绵州设立了地方官员统治该地。而获胜之后的张献忠还不满足，谋划着趁李自成艰难的时候趁火打劫，于是他在1644年11月派出军队进攻大顺朝统治下的陕西汉中府。此时的李自成正被清军南北夹攻，压力很大，但是陕西是李自成的大本营，李自成肯定不能容忍张献忠的这次侵犯，于是大顺军汉中守将贺珍对入侵的大西军发动反击。异地作战的大西军自然不是本土作战的大顺军的对手，最终张献忠这次尝试性的进攻宣告失败。而至此，张献忠的大西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彻底撕破了脸皮，再也不可能回到之前的那种表面上的同盟关系了。形势突而此时，随着清军的不断深入，李自成在陕西已经抵挡不住了，最终只能放弃经验了一年多的根据地。而又因为和张献忠的交恶，李自成无法向西南转移，最终李自成只得选择经河南向湖北方向撤退。而不久之后，李自成就在湖北九宫山遇难。李自成据照参考文献明末农民战争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